一直有工友让我推荐 TTF 啊，其实我做的 TTF 工型特别多，每个人情况又不一样，我只能说卖的最好的是这款小公文一体夹片钛合金的 TTF， 就这款啊，纯手缠的啊，外宽是85，撑头是24，一体夹片的，就这样啊。主要特点就是手感比较好，因为是手缠的这一款。现在也是喜欢 TTF 的工友是越来越多了啊。其实这个 TTF 的打法跟一般的卡球是类似的啊，很容易上手，但是你要打得特别精准，那还是要多练习。一体夹片，小公门 TTF。